凶手把东西反过来，并不是想要隐藏什么，而是认为反过来就可以隐藏什么。我已经知道凶手是谁。就是智慧这个东西有，大脑没有啊。喜欢推理游戏，这我当然喜欢了，因为像柯南这种剧我已经熟悉里面所有的案件啊。那咱到齐了，真真哦，刚刚是真真。真相不责，你们都会。